你有区别？我爱贤威胁你袂行，你煞家己不但自招，亲嘴甲你某讲。你的做法实在有够绝。为什么？金木。既然恁翁的梦烟啊，甲人外口面咧同居啊，但你即摆拍算要安怎样？我就是无主张，唔知要安怎才好。今仔日我唔再来找恁两个要参详个。安尼哦，为什么？唔是姊夫啊爱念你啦，啊？有当时啊，我甲恁阿姊不时在咧甲你暗示，啊，好心在甲你关心提醒，叫你得注意，啊。结果咧，你呀声声句句哦，你相信恁翁的梦魇的做人哦，啊，你著讲伊袂哦，哈，要当姊妹咧，啊，如今何在？啊，好心哦，雷心呐，这个社会好人歹做啦，啊。关心你啦，要针你，让你当作要家你，你家己只有看作歹人，哈、啊，要害你，害恁翁阿婆咧冤家哦，啊，啊，到即卖咧啊，啥物人好人，啥物人歹人，啊，你唔着清楚咯。阿贤呐，啊，阮小妹啊，非常就是伤过单纯呐，今仔日唔再有迄个无良心的夏梦烟哦，啊，甲骗阿咧戆戆生啦。那即卖你着了解啊啦，哦，非常啊。是啦，姐夫、阿姊，恁紧甲我斗想一个办法，若无吼，免偌久，梦烟一定会将我离婚啦。是安怎讲安尼？哈？本来吼，梦烟伊叫我着原谅伊啦，讲叫我着爱同情外口迄个查某，啊，我唔甘看伊艰苦，我又搁同情迄个查某吼，我答应互因做伙啊。哈？哎呦！啊你答应同意和因同居伫外口面安尼哦。哎呦！戆查某哦你。为什么？啊你甲既然甲己同意哦，啊今仔你来找姊夫啊要从啥物？梦烟你无按照着约束行，我即马当然嘛是想袂开啊。哈？无按照约束啊？无即你是甲梦烟啊约束啥货啊？哈？本来哦。伊讲一礼拜要踮厝，三工至四工啦。结果第二礼拜那尔，都酒醉剩两工，而且常常哦三更暝半才倒转来。伊讲话拢无守信用啦。那讲你吼，实在你也五礼拜三啦。哎呦，啊你怎会这么那戆啊？啊你竟然答应这款代志啦啊！为什么？你安尼做啊？你明明是主动将翁咧送互人共款呢，哈？这法律你若同意吼，经过六个月，你就已经就是讲放弃追索的权利啊。六个月后，你就无权人控告人妨碍家庭啊呢？真好啊！你讲这真实的哦。你足单纯的，你互蒙恩哦，甲你卖去，你就算唔知影你哈。六个月时间若到吼，迄阵伊就招你离婚啊啦。啊，无就把你当作青柴徛起，都唔插你啊啦！什么啊，怎啊？啊，那安尼是要安怎有得好啦？你实在有够刁滴咯哈！啥物代志吼，你都拢唔来甲恁姐啊，还是这个姊夫才做一个参详啦哈？你安尼吼，实在有够无路用啦，做做咧，即摆吼，哟，等即摆再来得反悔啦哈！好啦，好啦。阿贤呐、啊，你倒吼较有经验啦，你说明我替飞翔想一个应付的办法。安尼呢啊，好啦好啦，无吼我想一个啦哈，你先转去啦，明仔载我招恁阿姊吼来恁厝，甲你想一个办法啦哈。姐夫啊，阿姊，万事拜托恁，打这一万块吼，予恁做收费啦，我要带囡仔来转啊吼。哎呦，一万块呢，哈哈，歹势啊，无得唔免你，你贪财啦哈。安尼好啦，我明仔暗哦，才招恁姐啊来去啦哈。来讲过当暗，阿贤因翁仔某带咧，从啊对飞翔的厝内，
梦恩无转来。来到位飞翔伫咧客厅，心情足歹，踮啊伫咧塞性落地，骂囡仔骂甲大细声。电视禁掉啦，小姐，去困啦，卖了我好无？我心情足歹啦，去困啦。飞翔啊，你嘛唔通爱对囡仔骂骂甲遐大声啊！妈妈，好啦。太久去了，我要来去困了呢。啊，你看，囡仔呢啊，这么古锥啊呢，你给囡仔骂个呢？我都安尼足阿脏的啦，足气的啦。飞翔嘛，飞翔，唔通对囡仔安尼大细声啦，哈。囡仔哦，无辜的啦。啊，你大人安尼心情无好。啊，骂囡仔拄小吼，迄嘛无公平哈？为什么？哎，恁望因啊无贴心啊！小妹啊，啊，当恁姐夫伫个问你，恁着应伊。啊，望因又搁去外口迄个查某遐心。阿姊，姐夫，你即马拢啊喊咧伫个厝诶，根本着真喊咧伫个厝诶嘛？啊，安尼伫个厝哦。啊，你怎啊拢安尼固在伊？啊，你倒怎啊放互伊安尼自由安尼呢？啊，无是要安怎？我是有疑烦了。哎呦，你讲安尼太对，为什么？你爱想办法啦。啊，若无吼，慢慢呐，伊就甲你放散啦。事实上，你即卖安尼讲起来吼。啊，梦烟会使讲定位已经给你放散啦，哎，秘书给你清查起去啊，一礼拜干那转来几工啊，啊，安尼才有路用，哈、啊，对不对啊？啊，伊转来是为囡仔才转来呢，伊唔是为着你呢，你爱想清楚呢，哈、啊。是啦，为什么？你敢无听人伫个讲啊？讲车不如车，啊，车不如偷啊。啊！查甫人哦，拢嘛一个贪心的人啊，未见笑哦，拢也无人情哦。我想嘛，嘿，太太，我是甲王英无共呢，我是无呢哈。你哦，嘿，哼，恁祖妈娘你嘛唔敢啦。舅啊，那我是唔敢啦。阿姊啊，你莫搁在讲遐啦，无我今即嘛是应该安怎做啦？我想吼，飞翔啊，你应该吼提淡薄仔威风出来。提什么威风？你吼去找外口迄个查某啦。嗯。去到地吼，唔免客气啦，甲拍啦，内底我甲扫安尼空空安尼啊，讲我迷迷毛毛就对啦。啊，都吼去到地头前啊，骂落啊吼，拍一个火安尼吼，总啊现袂生啦。对啦，对啦。飞翔啊，你就是安尼伤过软弱，又在人吞打啦。你即马去哦，见面无讲安怎，就甲先甲整落，甲拍头掌，甲扭来，就甲拍落，吼，刷来内底甲讲哦，羊哥哥哈。这阿姊，这我要哪做会出来？我要哪好意思去甲人吵，去甲人乌白弄内底咧？你讲个啊人，人都敢好意思抢你个红，啊！你唔好意思去讲闹，啊，这是什么意思啊？哈、我老实讲啦，为什么？话搁讲一个倒转来啦吼，你去甲吵吵闹闹啊，安尼有哪未解决代志啊？啊，无变喏。我感觉是安尼啦。目前最得要紧的代志，就是讲吼，你爱赶紧啦，掌握这个经济大权呐。什么是经济大权？经济大权你唔知道？你有够戆呢！啊，钱啦，钱啦，钱爱哪个调啦？钱哦！你想看卖咧个？你即卖吼，恁翁在外口在包饲查某啦，啊？人外口的查某是安怎要嫁给恁翁？人是安怎要甘愿做恁翁的细姨？想卡头有甲想落知影。人就是介意，就讲恁翁有钱有财产，总讲一句爱恁翁的钱呢。恁翁今麦时吼，已经意乱情迷啊，
去予对方骂甲怎啊死死混混去啊啦！哎，恁阿是独对啊，要娶婿伊就爱付出金钱啊，买厝好人啦、啊、哈，像咧装金身啦、啊、开钱啦、啊、啊，买人的心肝啦、啊，自古以来啊，人讲诶讲女人难过金钱关啦、啊，啊，这查甫人哦。那小块身躯边有淡薄仔钱，到尾啊下倒，拢都是安尼来。哄查某嘛，对唔对？一将来呐，讲到咱用好的方面甲想啊，即卖迄个查某甲恁翁望眼的钱，乖乖的款款了吧？啊，乖了到尾啊，恁望眼就是苦溜溜，无半仙啊，无钱啊，床头金钱的时阵啊，哈、啊，嘿，到尾啊呢？有路找路，啊无路，搁等下找主顾，啊一定搁等下你的身躯边呐。啊，咱今天若要甲讲对歹方面去呢，哈。嗯。凡是两个人啊，即卖款款嘞，钱吼滴滴嘞，啊到有时有一天机会成熟啊，甲恁母仔囝谈嘞啊，哎呀，总啊两个远走高飞，做因去享受。啊！你拄好见见一个六六啊，人财两空啊！看你到时准备安怎就好。对啦，对啦，恁姐夫吼，你讲了足有理的啦。啊，那呢，我是要安怎？我姐夫啊，阿姊，将来我都唔捌你来管你的钱。我即卖是要哪落着伊的钱啦？啊，问伊啊，哎、欸，为什么？啊，我实在吼，讲到你，我着头大啦。唔是我爱念你啦，你就是调直了过头啦。你今仔是伊吼明媒正娶，你是合法的呢？哈、啊，你是户口名簿有在来呢？哎、欸，你有权利管你的钱呢？啊，而且吼，伊伫外口包饲查某，你有权利甲告你敢知影？我阿你讲、嗯，你甲告迄个查某方的家庭啦。即、嗯、个代志，你若甲提出告诉，你稳赢啦。啊！你若有啥物甲告吼？只有我咧告。我介绍律师，我朋友作者咧做律师，专门咧讲小告的啦。吼、嗯，也吼，我看归去你该离婚。离婚？也叫伊吼摕一寡钱乎你安尼。唔爱，我唔爱甲孟恩离婚。哈、啊？你唔爱该离婚呢？我唔爱该离婚啦。好安尼。啊！你不爱跟他离婚，也无安尼啦。你招伊谈判，你甲孟恩啊讲，叫伊省1000万乎你。啊，这个代志你怎啊说？你卖甲告安尼。孟恩啊，听到讲你要甲告哦，伊就闪西，伊绝对惊你甲告的哈。伊、啊、会摕1000万乎你就对。啊，你去当阵吼。为什么？你身躯边哪有1000万伫咧啊？恁母仔囝就免烦恼生活咯，你都有一个保障啊。伊望因阿要放生你来讲啊，你就免惊讲无饭通食。嗯，也到时阵伊钱闹迄个外口的查某，甲拐了去，想要浪子回头呢？你嘛靠一个生活本，我安尼讲你想有理无哈？这。啊，不过，假使孟恩伊若无爱钱给我咧，你若甲告伊，就会钱给你，绝对会给你，啊！啊，伊无哩，你就告伊讲吼，伊无履行着翁仔某共同登记生活义务，啊，讲伊吼放生你母仔，虐待你母仔，无互你食清闲，到时阵法院就判决你个负担家庭。啊，不过，只有啊。伊嘛要放下阮啦，伊嘛是一礼拜有回来一两届，啊嘛有摕钱回来饲囡仔啊饲我。哎呀，你为什么？啊你听无你？哎呦，你太吃人啊憨啦！我即卖甲你教这意思吼，目的是为着钱尔啦，就是为着要甲摕钱啦。迄都伫法院底小个讲话，都收在人讲啊啦。哎，无良心啊啦！你知唔知啦？有钱你就免惊，甲你放散啦啦。啊，如果伊的经济你即马甲控制掉咧吼，你想看卖咧？伊敢敢甲你离婚啊？姐夫，啊，我摕钱要创啥？啥？吼、哦，你唔知影讲你若有钱要创啥？嗯。啊，安尼我甲你教，我甲你教。嘿，我甲你讲哦，为什么？
林金花甲你教，你即卖来找一个律师，哈、啊，也吼，我替你找，叫伊甲你写这个证啦，啊，告状，哎、欸，你即卖提起吼，提起哦，望因啊看，你当面甲伊谈判，你叫伊讲爱付1000万给你，啊，即卖恁翁望因，伊会惊着你，伊会惊我哦，啊，这代志若冒出来吼，大新闻咧哈。啊！伊算讲一个啊，年轻才俊咧，伊惊伊事业毁掉哩，惊身败名裂哩，嘿！伊惊讲万一你甲告吼，啊，即摆告落去，因若败诉了后吼，到时阵啊，你反正佫赔较济咧哩。所以迄个时阵吼，伊就会退出来。啊，反正王英这个人爱民主哩，伊即摆惊讲去外口迄个查某吼无民主哩，所以讲伊吼安怎想对倒一个角度来，伊就答应你啦。啊，我咧讲吼，为什么钱若摕到吼，你若无地藏，你就来寄予支付啊！啊，我甲你摕来去吼，放荡来，啊是讲啊，摕来去吼，投资做一俩生意，哈、啊，赚的拢你的吼、哦，啊，我就安尼，若有够生活费就好啊，吼、哦，啊你吼，这世人你就免烦恼啊，啊，你想安怎？嗯？只有跟你说这样你想好不好对啦对啦为什么林志芬哦啊跟阿姊都是关心你啊不关心你不是要关心什么人啊我跟你说哦你这句若没听我的话哦你这句若做不落啊有一天你母仔囝就做去吃 啊我好意帮忙你你是不能够让你糊涂呢你不能够相信你翁的话呢你这样骗到现在你还没觉醒啊、就是嗯，若要甲伊告吼，告因两个人通奸吼，哎、欸，你若假使讲超过半年呀，你到六个月宽呢呢，你知影这半年中间你若无告，后摆是告袂行呢。哎、欸、咯，所以你若要甲告吼，为什么你都爱紧爱趁早哈，爱赶紧拆除手段。我嘛唔知道要怎样做才好。你唔知道要怎样做，安尼无归去这个工课咯，我来甲你办。我替你来找律师，你像安尼好唔好？哈、啊，哈、啊，为什么？你都较有志气咧啦，你都较振作咧啦。我甲你教安尼面，只政府袂害你啦。啊，你有钱阁加，嗯，较高阶名列条件，你又咪咪，啊，求得得，讲唔得。无啊，你即摆在讲啥啊？你对阮小妹啊讲这种话啊？太实咧啦，实咧啦，我。边讲？我讲唔对啦。我是咧讲飞针吼，算讲条件啊未歹啦，啊若讲到离婚了，身躯边阁有成千万啊吼，哎呦，要甲嫁，要阁嫁几啊嘛有，啊唔甲嫁，食饱安尼用钱钱安尼嘛是真好过日。好啦好啦，反正我嘛无啥物好办法，啊无，师傅阿姊，无就又在恁去拍牌好啦。安尼啊。啊，安尼啦，安尼我看吼，你得好赶紧去找一个律师。嗯，安尼好，好好。啊，无我随来吼替你找律师。为什么？嗯，想较开，只有甲你改步吼，绝对袂去教你唔对的哈、啊，听无？无啊，啊啊！囡仔是咧好安怎啦？无啊，小姐，啊这是安怎样啦？啊！以前，阮爸爸卖钱，阮阿姊，阮爸爸伫外口有抓起伊阿姊，阮爸爸去倒位啦？阮爸爸去倒位啦？这当阵，小姐雄雄对房间内嚎出来。伊可能是听着大人伫咧外口所讲的话，伊听着讲因爸爸外口面甲别人伫咧同居，囡仔幼细心灵呐，伊始终认为伊的老爸是上介好的。可是今仔日听着因姨丈所讲这话，伊囡仔人想讲，可能因老爸望因已经要来放杀着因母囝了。这当阵的回想，来看到小姐，伊满怀的哀愁甲苦闷。在刹那中间，再也忍不住，伊将着小姐给揽下来，这当阵情不自禁，伊双眼目屎亲像可比断线的珍珠了。
你妈，你妈。夕阳斜晒，晚霞片片，照在伫碧潭的水面上。来讲这边的北方，这当阵徛在伫白庄花园边，望穿秋水，伊伫咧听候着夏梦烟倒转来。今仔日北方又拍电话甲着梦烟的联络，梦烟在电话中有甲伊讲下班了，伊就随便倒转来。所以今仔日的北方，伊特别为着梦烟来准备真侪爱食的物件。北方这当阵一分一秒，耳孔都压来来伫听候。听夏梦烟的车声，经过无外久，夏梦烟倒转来咯。北风来听到车声，赶紧装出来迎接，拍开了大门。这当阵的夏梦烟头壳伸出的车窗，对北风来笑一下。梦烟，你哪知道我倒来啊？我就知影讲是你倒来呀，我给你准备你爱食的物件哦。哦，小姐，落车来，来跟阿姨见面一下哈。北风，今天我专工带我的囡仔小姐来跟你见面，哈，小姐叫阿姨。阿姨，你好，这高枝的啦，实在有实在有够高枝的。来，阿姨给你看，哈，你应该较早来阿姨家佚佗的，阿姨感觉吼，你足水的，足高枝的呢。阿姨是安怎？干嘛去阮家佚佗？那我有一个阿姨，伊常常去阮家遐呢。啊，梦烟，你敢无让囡仔知影咱的关系？无，我认为咱的代志无需要囡仔知影个。小姐，阿姨看你来厝内底，好，好准备食饭啊。在这段的暗段的中间，北风伊一直非常百般温困来伫照顾着小姐，伊会使讲规个精神用在小姐的身上，伊家己拢无食。林母啊，这个时阵也伫边啊斗三工。林母啊，是当阵勇气着一个心善的感情啦。伊认为讲，如果小姐这个囡仔，那是因小姐北方的囝，这唔知要偌好呢。这顿饭吃了非常的快乐，但是在梦烟的心中，伊感觉真酸真酸。伊来看起着北方，这么热心伫咧对待的囡仔，伊充满了感激。但是一方面，伊也感觉讲有一种难言的困苦。阿姨，你敢无囡仔照？是，阿姨无囡仔。小姐，阿无你做阿姨的查某囝好不？袂用的啦，我哪有你做囝，我妈妈会做重视的哦。原来安尼，无你就乖乖做你妈妈的乖查某囝，唔好你妈妈伤心哦。我才袂有阮妈妈伤心呢，干那阮爸爸外口迄个气伊啊，才会阮妈妈伤心。伊是一个歹查某哦。什么？小姐一句话，雄雄来刺伤着北方的心。北风一时中间那像去互颠颠着，伊手中本来拿汤匙啊，煞从啊落对着桌面落去。刹那中间，北风的笑容消失了。北风眼眼眼，目睭擦啊擦，掠小姐伫里看。伊的面色即当阵变得比着纸佫较苍白。夏梦烟即当阵也着一惊，
夏梦英的面色也变得真歹看。北风，北风，北风拢总无应呢，也无讲啥物。北风这个时阵擦擦擦，雄雄徛起来，一句话都无讲。我哩最低房间来入去了。北风，北风，夏梦英这当阵伊也坐袂落啊。伊有哪怎啊徛起来，然后约对房间来入去了。今麦故事来讲到夏梦英。带囡仔来甲着北方见面，囡仔非常的天真，唔知影讲北方就是因老爸外口面同居的查某，唔知影讲因老母口中的歹查某，也就是北方阿姨。结果囡仔伫食饭的中间，伊讲一句话，深深地刺伤着北方的心。囡仔无心的一句话，囡仔讲，互因妈妈最伤心的人。就是因爸爸外口面有饲一个歹查某，听了这句话，北方亲像一支来刀刺痛伊心肝同款的痛苦。伊拿汤匙的手怎啊落对着桌顶落来？在刹那中间，伊的笑容消失去，饭厅中的气氛拢规个歹去，夏梦因也硬去。北方目睭擦啊擦擦，直直看到迄个囡仔小姐。北方的面色变白，变无血色。最后伊碗伫坑内，翻身对房内入去。夏梦英这个时阵，伊坐立不安了，伊坐袂调了，有时伊也赶紧对房间内入来。阿梦因伊想袂到，囡仔雄雄的来讲出这句无心的话，来刺伤着伊北方的心。伊入来想要来安慰着北方，入来到房间内，北方这当阵坐在眠床头的所在，一句话都无讲，伊的面色苍白。梦因来看到安尼，伊心肝拢感觉加疼。伊慢慢从啊行歪来北方的身躯边，伊对着北方的肩胛头甲喊咧：“北方，北方，莫为着囡仔话来滴难过好无？囡仔是无心的，囡仔完全不识数。但是因为囡仔是无心的。”囡仔阁毋捌世事，所以囡仔讲的话上该真心。梦烟，你叫我哪会袂艰苦？北风，你莫安尼想好无？你莫安尼想，想唔对，想唔对。这个社会永远无一个是非，咱只要做啥物代志，对你去良心就好啊。严哥，你敢感觉咱无做甚物唔对？我敢无去伤害着别人的心，我敢无去破坏着别人的家庭。北方，莫安尼想，你无需要痛苦自责。要定着咱两人的爱情，这是不应该发生。严哥啦，既然都发生啊。咱就爱面对现实。世间上无迄个永远十全十美的代志，尤其是眼前你的处境。我袂当予你名分，我袂当予你地位，我替你已经感觉非常委屈了。敢讲，你连得到爱情的权利都无吗？我无权利。有，北方，你绝对有权利，因为我爱你。你也爱我，咱应该有享受爱情的权利，每一个人都有。严哥，咱只有一个机会，但是咱即马已经，已
已经算是无机会啊。你嘛，我别讲。虽然咱两人相逢混乱来讲，但是上帝应该有予咱弥补第二次的机会才对。无得到上帝，并无遐尼啊仁慈。白凤，你听我苦劝，你莫安尼艰苦好无？你知道我看你安尼艰苦，我足伤心的。唉，我真反悔，我不应该今仔日带囡仔来。梦圆，无，你无唔对。你早都应该带因来啊！我亲爱的囡仔，梦圆，咱出来去，阿无囡仔会惊着。什么？白凤，不过你也答应我，卖生气。袂啦，我袂生气，行啦，咱出来去好。嗯。孟恩甲白凤因两人又过出来到伫餐厅，白凤坐在伊原来位，这个时阵来看到小姐满面的惊吓。小姐，伊知影伊拄只讲唔对话，伊惊甲面干干干。看到白凤出来的时阵，阿姨，你是唔是得酒气呀？小姐，无。阿姨无伫受气，阿姨是拄只雄雄感觉胃真艰苦，即摆已经好啊。来，你爱食啥物？阿姨烤你食好。嗯，阿姨，我要食鸡腿。哦，好，来，阿姨爱好你好。哦，好棒好棒，阿姨谢谢哦。山仔中间，好亲像云开雾散，好亲像客厅中间的气氛又搁恢复到原来欢笑甲快乐。食饭了后，白凤就安尼讲故事予小姐听，小姐听甲安尼予耳啊啪啪啪。伫无外久的中间，听将军听部分来拜访了，听将军会使讲是头一位。来到伫北方伊所住所在拜访的人客，听将军来看见着北方甲小姐，因安尼讲甲欢欢喜喜，有讲有笑，伊显得感觉非常意外。伊看到囡仔甲着北方的中间遐亲密，伊感觉无限的感动。这个时阵，北方为着听将军甲孟恩来倒一杯茶了后。囡仔出来，又搁退回去房间，开始在讲故事啦。因为囡仔坚持要听《西游记》，看孙悟空闹天宫的结局如何啊？所以这个囡仔直吵，直吵。白凤只好将囡仔出来，对房间来入去，开始踮在房间来讲故事。客厅中即阵就剩下着孟恩甲着听将军因两个人踮啊伫咧开讲。夏孟恩甲听将军。因讲甲非常的投机，因不断的谈起着真侪社会人生的问题啦。来讲就在这个时阵，白凤拄对房间来行出来，伊要甲囡仔添茶。这当阵无意中间，伊来听到听将军甲着夏孟恩的几句话。孟恩啊，我甲你讲一件足重要的代志哈，听贝贝。是什么代志？昨昏哦，我伫一间咖啡厅去遇到恁迄个姊夫啊。哎，你敢知影讲恁姊夫甲什么人即卖甲做伙？听贝贝，是甲什么人？讲起来啊，无一定你唔相信。林姬夫他会去甲吴俊臣来斗阵做伙啊？啥？这个时阵，拄来听到这话，白凤伊面色骤变，伊想袂到讲，林姬夫会甲吴俊臣来斗阵做伙。吴俊臣就是伊的情翁，伊的情翁来甲着夏孟恩的姬夫做伙。那安尼，因两个人到底是咧比什么梦呢？
这个时阵夏梦因雄雄来看见就背风出来，因主安尼唔敢搁再讲耍了去，因主安尼将话题换到边啊去了。夏梦因这当阵在想呢，因几乎甲着吴俊信，这两个人来斗阵做伙，会使讲臭味相投啦。因两个人究竟会变出啥物花样出来呢？李北风倒转来到房间的时阵，伊的心肝一个悬一个低，伊一句甲囡仔踮在伫咧讲故事，讲甲非常的快乐。一直到甲迄一暗夜深咯，囡仔伫咧差要转去啊。夏梦因伊准备将囡仔要甲载转去，顺便也将着听将军要甲送倒转去。这个时阵，夏梦因来开车，开来到车房的时阵，北风徛在门卡口烧伤。北风，嗯，慢些是困的哈，等我回来哦，我送听将军也甲囡仔转来去，我连你也过随来哈。嗯，小佳。啊，爸爸。甲阿姨再见。啊，听贝贝再见哦！啊，听贝贝再见哦！乖乖，再见啊，再见啊！啊，小佳，较少叫恁爸爸载你来遮佚佗的吼。嗯，阿姨，再见啊，再见啊！北风站在门口。来眼看到夏梦因的车消失在夜色中，车离开去真远真远啊！伊还佫徛伫门下口的所在，伊陷在一片的沉思中。夜凉如水，风真透。这个时阵，北风伊忽然间涌起着无限的哀愁，伊百感交集。伊无法度袂记着囡仔伫食饭厅中间所讲的迄一句话。又搁想起着听将军伫咧甲夏梦因暗示讲，伊情人的吴俊信甲因姊夫两人甲做伙，伊感觉有一股阴影拢打掉咧，有一种真歹格调预感，敢若毋知虾米代志将军伫要来发生。伊原本一番的好意，带囡仔甲北方见面，一方面北方因为无囝伊爱囡仔，一方面是要互因两人来建立起些感情。想袂到偏偏的造成着北方的痛苦。夏梦因为着要来弥补着北方，为着要来安慰着北方伊的伤痕，所以伊想尽了办法。查甫人命是真苦啊！尤其是当时在两个女人的当中，伊要做甲双方面会当圆满，这是何等困难呢？就是这个夏梦因，伊见到北风了后，伊加甲足欢喜。北风啊，嗯，来来来，我今天要甲你报告一个好消息。好消息？是有什么好消息？我最近吼、做一阵生意吼，足大摊，赚足侪钱呢。赚钱这吼无算啥物啦，本来我公司就拢一直真赚钱啊，但是吼北方，是因为我感觉讲这段生意做成了后啊，我要好好来休困一下，我将着一切业务交代予公司的张经理去，也张经理呐真负责任，拢甲安排好啊，所以呢现在我会当轻松一下，我有一礼拜时间的假期个，北方。你欢喜不？北方，你先啦，你那侬歪甲笑一下哈。我有一礼拜时间的假期啊，你唔知会记我要甲你讲过无？我甲你讲，我若有时间，我要带你环岛旅行。现在我有一礼拜时间啦，我就要实现我诺言啦。北方，咱马上出发。马上出发。是，这次唔是单纯的旅行。你知无？我始终感觉，
你跟我斗阵做伙，我敢若袂输欠你什么？你欠我什么？我感觉我欠你一场结婚典礼。梦言，我早都已经无计较遐啊！真侪有办婚礼的人，也袂参照咱遐尼啊相爱啊。虽然讲安尼无唔对，也唔过我总是感觉对你有亏欠。相爱不一定得爱结婚的仪式，有结婚仪式的人，为感情婚姻未当来美满，最后走上了离婚这条路。事实上，社会也真多。可是呢，唔知是怎样，我不时就感觉我亏欠你。不用，咱两人应该最起码无办结婚来讲，那么应该补一届蜜月旅行啊。我知影，这是你的心愿。惠弟，你即马一心一意要带我去旅行，好吗？要不咱就来去。什么时阵要走？马上出发啦！马上。要跟你开车去先。对，开车，开车较方便，较自由啊！安尼，无你赶紧准备啊！好，我先来准备。孟恩开着伊轿车载着了北方，有时开始来环岛旅行。因对台北来出发，沿着高速公路来到台中，然后对台中来到日月潭。在日月潭庐山温泉过两暗了后，因自然落南对嘉义落来，然后坐着小火车上阿里山。在阿里山七头两天了后，再过继续落南来到高雄，来大鼻湖西雅湾秀山，最后一站，因去恒春垦丁公园鹅卵片。快乐的时间过了特别紧，时间就亲像流水同款，一天一天来流过去。无啊！恁安尼向界界弄入来阮内底，恁是要创啥货？要创啥货？啊！要来掠狗啦！创啥货啊？老查某啊！我问你，迄、那个讨人的客兄，无啦？哎呦，霸占人的翁啦！哦，迄霸占人的翁的歹查某，迄个甲叫出来哦，叫出来哦！老的，我来讲哈，叫迄个哦，泰国查某出来。都一个啊！你是要找阮什么人啊？阮小姐哟，莫咧地车啦，袂方啊就对啦。迄个阿孟恩伫遮同居的啦，迄就是因太太啦，哈、啊！即卖徛伫遮，即就因太太啦。甲叫出来哦！我咧讲哦，无今仔无放伊煞哦。阮小姐无伫的啦，哈、啊！免骗啦，什么叫无伫的？快、叫出来！去倒位啊？无伫的？伊出去啦。都无伫个啦，我无骗恁啦。啊，孟恩啊，即几工拢无伫个，哎，哦，安尼对，安尼两个一定吼，带出去伫蜜月旅行的款。吼，够可恶呀！我甲你讲哦，你叫个小查某吼，靠站则开个哈。你甲讲目睭门沙卡起咧哈？安尼好，今仔算好到命啦，明工啊才过来，倒来倒来。时间经过一礼拜了，一礼拜夏孟恩甲着北方的蜜月假期已经过去啊。一礼拜后，因倒转来着因爱情的糟困了。佚佗确实是真辛苦的代志啦。等下到厝，夏孟恩甲北方因两个人拢已经吼有够疲劳，夜深不堪。孟恩
规身躯软胶胶啊。而背风是安尼腰酸背痛，酸甲手骨寸拢袂得。入门就叫林母啊，赶紧给捞烧水，伊要浸一下。背风身躯洗了后，换了困衫，一下倒落眠床，感觉非常的亚身。梦恩，我就是呢。就忝啊！规身躯拢忝了了，我要先困啊，梦恩。你先去洗洗，进来困哦。嗯，好啊，你先困嘛哈。嗯，我先去洗，我会睡来困哈。背风倒落去都无一分钟，随时就困去啊，实在有够忝，也困到有够好困。这时阵，灵母来看到背风已经困去啊，灵母则对着梦恩。来洗一个目色，梦恩的反应真紧。自入门了后，伊就感觉灵母怪怪啊。夏梦恩马上知影讲有代志啊。有时伊转咧，甲着灵母连卡尼波走出大厅，将房间门甲关落来。灵母，发生什么代志？夏先生啊，听老先生哦。拍几啊个电话来啊！伊讲有足要紧的代志，叫你拿倒转来哦，就爱随拍电话呼伊啦。啊，也个有，哎，也个有。有啥物呢，林母？也个有啥物代志？你先讲啊！你奶奶吞吞吐吐。林太太哦，有来过啊啦。啥物？啊！你讲啥物啊？我讲恁太太哦，有来过家啦，是早安来啦。伊讲是恁太太，啊，佫有一个哦，哇，我派外车的呢。佫一个太太是参伊来，啊，佫一个太太的先生来哦，匹配叫马家呢。哎哟，好佳哉，阮小姐无伫个哦，啊无那互伊听着哦，唔知会安怎样哦。什么？飞仙？飞仙来过？天哪！夏梦恩来听到林母的话，伊的心肝由快乐的最高峰，自安尼刹那中间跌落到万丈的深渊同款。伊感觉伊心肝直直沉落，直直沉落，直直感觉微冷。伊知影讲飞翔绝对是未来找到背风的麻烦的，但是听林母伫咧讲，飞翔竟然伊来了，那安尼食都是伊阿姊带伊来，因只有甲因阿姊。这对红阿婆，这对是袂当浪人浪家散体红婆，夏梦因你知影苦了。飞翔是好应付，伊了解着飞翔的个性，伊要对付着飞翔是简单，但是因大姊甲姊夫是有够啰嗦个麻烦，代志互因来插着以上，日子歹过啊，天下伫要大乱啊，灵母。又果讲起着听将军有急事伫要找伊，夏梦因即时阵伊唔敢怠慢了，伊也感觉事态严重，伊袂使搁再踮遮，伊会赶紧来处理才对。有时即个时阵，伊赶紧来交代着灵母，灵母，啊，我要出来去，你甲恁小姐照顾好势，注意点名声，哈，即摆以后去，唔通我别开门。我若要倒转来饲电铃，我会饲三长一短。哦，饲三声长的，啊一个安尼拄一个短，安尼就是你来哦。别人唔知影这信号，所以什么人你都唔通开门，除非是我，知影无？嗯，你也了解。林小姐，伊曾经受过精神的刺激，伊一点仔都袂使搁再受打击的。我知啦，我知啦，我会按照你的吩咐啦吼。
孟燕离开的别庄了后，伊赶紧随时赶来到听将军的厝。孟燕啊，听伯伯，听讲你咧找我，我唔敢用电话甲你联络，我马上来。是发生什么代志？孟燕啊，你今麦阿姑拢唔知什么代志啊？你现在已经啊危机四伏啊，但是严重了。听伯伯，是什么代志？唉，都恁迄个姊夫无？恁姊夫啊，有带恁太太回乡来找我。恁太太甲我讲，伊要过北方妨害家庭。恁太太讲，已经有得到真济证据啊，其中有你甲北方的伤，这内底又搁牵连到北方的情翁的准信啊。准信也敢那有啥物证据，讲啥物你吼来引诱到伊嫁后北方啊？哎呀，都听甲安尼足复杂，啰里啰嗦安尼。孟燕啊，听妹妹。我咧看，这个代志你爱赶紧啊，等于找你的家后做一个协调啊。恁太太为什么？这个查某人足单纯啊，应该是袂歹讲话。你这代志无处理哦，完完啦，将来闹出来是足歹看啊。假使我若是你啊，我会先将为什么甲安到好势。什么？听伯伯，你讲这话我拢完全了解啊。慧贤是一个足单纯的女性，今仔日那代志干那慧贤尔好办呐、啊。这个一切一切都是因恁的姊夫，唯恐天下不乱的姊夫。唉，亲像魔鬼同款，我足想袂晓的。我乃只不幸有这款的亲情。对啦，听伯伯，也你讲。因姊夫找慧贤来找你，到底是要创什么？因敢有提起着什么心？有啊，因就是吼、哦、来伫讲话听，讲因要过北方妨害家庭，要过到互北方去关。因吼、哦，并且讲要要求甲你摕一千万呐。是啊，要定一千万，哼，这明明是咧揩油嘛！听伯伯，因敢有讲一千万是要给什么人的？有啊，伊是咧讲一千万，算讲吼、哦、要给恁这个看守就对啦，要给恁太太回乡嘛，较有一个保障安尼啦。要给阮太太，为什么定我一千万是要创什么呢？哈，这是无可能的代志。我完全了解，这就是因恁的姊夫所以想出来花样啦。孟燕，事到如今嘛，不管是什么人想出来花样，你总是要赶紧去解决。你唔通哦，这个吼、哦，伊向法院提出告诉了后，你才要处理代志就麻烦啦。小哥，输甲赢这唔知啦，你还想着讲北方啊，哈、啊，北方，你都知影。伊曾经带过精神病医院，我家伙伊是未堪要受刺激个呀！是，听伯伯，我知影。你若较知影，这个态势你唔通太慢，你爱随时去处理哦，好势。好，不过我马上转来去。一边，北方伊困觉拄三更暝半时阵精神起来。北方拄翻一个身的时阵，雄雄伊才感觉讲孟燕无困在伊身躯边。这当阵房间内是静悄悄，
明月当窗，月影对着窗边射入来，气氛非常的静肃。这当阵，北风伸手就安尼将火给切倒，伊看到身躯边夏梦因伊所困的位置，枕头冷冷冰冰，这种情景甲看起来，梦因自旅行倒转来，阴暗伊拢无倒到眠床。北风伊感觉别书无解。嗯，梦因阿伯伊困醒，是伫无用什么？是安那遐尼忝啊？那个阿伯要困，伊到底是伫无用什么呢？梦因。连叫两声，拢无人应声。培养你想讲梦烟，一定是伫咧厨房。有时伊慢慢行向着厨房，伊念开念波，伊拢无声无息。伊想讲要点点来到厨房，然后予梦烟一个意外惊喜，偷偷啊闪来到伊个脚趾后。雄雄双手对伊目睭甲捂咧，互伊惊一下。但是呢，北风伊行来到伫厨房的时阵，撒开着厨房的门。厨房内面是乌乌暗暗，伸手不见五彩。内面是无甲半条的人影，空气静肃。伊将火拍倒，厨桌啊静是。一块孤独的椅子，房间内寂寞无半人。梦烟，梦烟，梦烟。老林母这个时阵对着后面听到声音走来了。小姐，你精神了哦？是什么代志？你母，梦烟呢？梦烟伊倒位？伊有代志出去呀啦？什么？梦烟出去呀？北风听了这句话，伊感觉无限的哀愁，伊头壳打结，伊无搁再讲话了。伊心肝底里想讲梦烟，什么代志遐要紧？你多旅行一礼拜多回来。你已经真忝真身了，为什么不睡？一定非在阴暗去办不可呢？北风这个时阵，心情沉重，退倒回来的房间，伊心肝底浮出一股淡淡的哀愁。伊坐在眠床头，伊用手对脚头揽的坐点的遐，伊一点啊都无想要睡了，伊的困意已经全部来消失了。这当阵，伊个头壳靠在伫这个床被顶面，伊个目睭紧紧看着窗外树影、花影，伊听着远远传来着鬼声、狗吠的声，乌鸦静甲真正美丽。可是伫这个时间中，伊感觉房间个内底减一个梦烟，伊感觉房内失去温暖，伊感觉一切拢是丑恶个。失去原来美丽，这当阵突然间，伊想起的梦烟有可能，该去美国多等来一礼拜。看心看意的伊个后悔心，可能是多等于伊个后悔心的身躯边。伊在想讲，可能夏梦烟这当阵是多在伫伊个牵手悔心的身躯边。忽然间，伊内心生出了无限的妒意。梦烟一定是去伫飞翔的身躯边，伊等去找飞翔。你袂堪要等个明仔载，我哪咧讲起来，伊根本就是一心一意，伫看念着飞翔。啊，我是无资格通个食醋的人，我抢走别人的翁，破坏别人的家庭。已经是罪孽深重啊！梦烟回去找伊某是正常的，我是有甚物资格通去共食醋呢？想来到这，
北方，伊头壳怎啊压对着伊脚翘落去？伊两只手对伊脚翘揽掉哩，情不自禁的目屎一滴一滴流入来了。这当阵，伊来抓着眠床顶迄领鸳鸯被，冷冷冰冰。灯火来照出着伊孤单的身影，不觉伊喃喃自语：伊问情为何物？为何情义使人心魂颠倒？为何情义使人忘却生死？到分为什么旧缠不清？月有阴晴残缺，人有悲欢离合。明知好事多磨，明知自古世事古难全，偏偏为何为爱想不开？爱是什么？情是什么？这个问题恐怕一生中永远都找不到答案了。